擺咗啦。佢嗰個感覺俾大家試一試啊，睇住啊，先試一試個嗰個效果先。按住啊，唔該，睇住啊，係咁樣樣嘅。嗱，化嘅。可以，點都驚啊！係咪係咁樣樣？係。但係唔知點解啲老師成日都推薦用呢只嘅，好奇怪喎。我唔覺得好好用咯。因為佢係日本啊。係啊，日本麻幾靚啊！咁但係就質感幾好啦，但啲地方好化。嗯。咁但係咧又未至於話畫唔到嘅，都畫到嘅。即係話呢只雀仔嚟講啦 ，OK 嗱，睇住啊，即係佢中間係咁喎。一樣嘅。Okay？ 就係咁樣樣，就呢啲位啊，深色啲啦，咁樣樣咯。嚇！呢啲嘅呢啲係咁樣做㗎啦，係咪？跟住呢啲咁嘅地方，即係咁意思，即係個質感係有嘅，即係呢啲嘅質感係有嘅嗱，係做到嘅，但係就可能會化少少咯，即係咁化啲咯個感覺。OK， 即係打開佢起飛緊嘅樣咯，類似咁樣樣嚇。咁中間留啲位佢去畫佢啲羽毛啊嗰啲咯，即係呢啲咁樣樣。OK， 就類似咁嘅意思啊，顏色都幾靚嘅，食到嘅，但係就化咗少少。明唔明講乜嘢？明啊嘛。之前我哋有一張好似類似咁嘅，係啦。特登攞啲過嚟俾大家試下嘅。OK。咁啊，呢只嘢比較簡單少少咯。今日 OK。咁我唔示範啦，大家自己試下畫。而家嚟。好。OK， 黃白啊，黃面夾個夾啊，面合嗰陣度，即咁樣。呢塊嘢嚇，即係咁樣。OK， 咁有一張紙比較化啲，其實兩面都化，兩面都化，呢邊又化，兩邊都差唔多嚇。睇住啊，先用淺色，唔好太深啦。你可以試一試先，咁樣樣 OK， 淺色。但係淺色有個問題嘅，張紙對於水係比較敏感啲嘅，呢一淺咧佢就比較容易即係化，所以你要快少少就咁樣過嚟就得噶啦，就咁樣樣嚇，唔使太多嘅，然後用呢個慢慢做啦。隻字係麻子嚟㗎，比較化啲。我唔知道我買錯咧，咁但係用住先就冇所謂嘅。好啦，我哋攞支筆啦。呢個墨汁嚟㗎，係嘛？冇開過㗎嘛？應該冇。係有佢咁樣啊。即係畫法比較特別啲嚇，撳扁支筆撳落去嘅過，然後呢個一樣㗎咋，平時嗰個畫法嚟嘅。另外一個就唔同啦，平時我係撳一下嘅。今次呢個撳兩下，撳咗一下之後，呢度再出少少喎。其實係點解咧？因為佢剪緊刺，所以我哋想畫得佢厚啲。然後咧，呢個咧推過去嘅時候係好有力嘅，咁樣推嘅，明唔明講乜嘢？推去後邊，所以你畫嘅時候咧，可以兩下甚至乎三下都得，就咁樣樣。嗱，甚至乎呢個可以整過嚟。總之呢個位嘅闊度咧，比呢個闊啲嚇，或者你可以弧度大少少，即係我呢個冇咁弧啦，弧度大少少都唔怕。然後咧。垂直向下，尾向下嘅，其實收咗咧，一二三咁樣 ，OK。然後呢個位咧拉上去少少，嗱你唔使驚佢，好化唔驚嘅 ，OK 嘅，得噶啦 ，OK。都係用濃墨，嚇個畫法其實好簡單，用濃墨嗱，濃有一個好處嘅，冇結啲啊嘛，係嘛，冇咁化。呢、这個其實有個距離嘅，呢一橛嘢你唔可以冇㗎，要有嘅。喺呢個距離之下嗱，濕㗎嘛係咪？短啲，唔好太長，短啲撳落嚟。然後撳第二下，佢就係呢一二三，撳第二下，拉平佢，拉直佢。啊，呢度可以少少摸摸，舒唔舒服到啊？呢個啊，活潑啲嚇，舒好似呢啲毛毛做到呢個毛毛嘅效果。然後咧畫呢嚿嘢睇住啦，喺呢個位入去嘅，一二三入去。OK， 化少少唔緊要，由佢化。向下一二三直嘅，一二三出。嚇、啊，呢、这個位咧嘅做法咧嗱，你要穩陣啲啊，睇住啊，呢個位睇住，整一個圈出嚟嗱，都識噶啦嗱。見唔見得啊？嗯，留翻呢個位咯，係嘛？留翻呢個位置之後，咁即係呢個已經係佢嘅
下爬兼係呢個空嚟，去咗一二三金剔上去，嚟多次啊！呢、這個位係 one two three press 剔上去，就正 Nike 咁樣樣嘅 ，OK 啊？總之個感覺係咁樣樣嘅，不過佢咁樣過嚟啫嘛 ，OK 明唔明啊？咁樣過 ，OK Nike 係咁樣啊，係咪就咁樣樣？所以個做法係咁樣樣啊。咁呢個位咧，你整翻落嚟噶啦嘛，淺色嘅墨，用呢個咯。嗱，睇住啊，將佢撳扁少少，呢個位一二三，得噶啦，幾靚個形出咗嚟啦嚇，肥少少呢個位可以得。呢個就修飾下，因為呢個我要加黃色噶嘛，陣係咪？呢個位睇住啊，可以整少少。等佢冇咁死板，唔係成嚿，佢有少少罅噶嘛，係少少罅噶嘛，就黃黃地一塊一塊塊咁樣樣啦。好啦，呢個位啦，整細啲，呢個都填滿佢都得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啦嚇，如果喺屋企嘅時候咧，你驚呢個位化得滯咧，你可以等少少乾少少先至畫都得嘅。嚇，呢個張紙本身係化啦，我講過啦。咁呢個位去等少少，然後咧就用呢隻色啦。得咗，唔該。其實我唔用紅色啦，呢期比較難。你可以用紅色嘅，因為紅色有少深得滯，唔好睇。黃色做底，加珠標，珠標。呢、這個位撳一撳，你見到我冇嘅，你見到我冇嘅，我淨係用咗咩啫？係淨係用咗黑色啫嚇，你可以唔用都得，深色我就唔使。咁你點做咧？可以白色加黃色，或者你懶嘅話咧，鮮黃色都得嗱。結架 ，OK 呢個位。如果你話驚佢唔夠深，唔緊要，加白色先都得。加咗白色之後再加都得。做完呢個之後，你可以下面上嚟都得啦。個黑色係用嚟做咩咧？令到佢睇落去嗰啲毛雜少少。然後加少少珠標，喺呢個位加少少一條痕，得噶啦，就咁樣。OK， 清晰啲啊，睇落去好睇啲啊。須可以自己加呢個位尖。整靚啲嚇，咁就好好睇。然後咧，咩啊？睇我自己個口好似咩？好靚，好靚啊！都得啦。跟住咧，睇住啊！跟住我都發嘅，冇所謂呢個唔緊要嘅。嗰張紙。珠標加呢個墨色，其實可以用赭石嘅直接，但係呢個我中意珠標加呢個多啲啦。睇住啊！隻嘢本身你見到我個稿咧，理論上嚟講個口落嚟。多少少嘅啫，你唔好出到去呢度啊，斜得滯啦。太入你又唔好睇，喺呢個位置，所以你喺呢個身體咁樣撳落嚟，然後撳一撳上嗱呢個位置。OK， 嗱我慢啲啊，嗰個有啲煩喺度啦。佢係呢個鼻整過嚟 ，OK， 呢一個位置整過嚟。咁佢有呢個噶嘛，係咪向後啦？真係咁，所以佢係。咁佢有前面三隻噶嘛，係咪？咪側面就咁樣望啦。於是乎咧就係咁咯。OK， 係咁呢個睇唔到噶啦嘛，所以淨係咁樣樣，然後加指甲。
如果是脆料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尖的，如果是普通山上面是这样的，停一停、嗯、OK 就是这样，所以整者其实是很活泼的，即是你看下去就很舒服的、啊、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那看一看大家那个问题是哪里、啊、首先讲这个啦，但口味滑晒了，太化没深浅了、嗯啊、一定有深淺的，不可能沒深淺的、啊、即一定是有深淺的。你譬如說現在好像乾了，基本上你不化的了，見不見到？見到，很穩陣的，不化的、啊、所以你不需要太擔心、啊、那你這裡真的不清晰了、啊、一定要很清晰，清晰到你滑下去按按嘴嘴眼停，即刻有个样子出来，即是要做得多，做得多自然就 OK 吓。俾你去唱，边个噶？哦，形态唔好啦，你见到成只嘢就嚟中枪死亡咁样样，系啊向后咁样啦，即系佢应该系，如果系咁样，佢个脚应该系呢个位嘅，嗯，系嘛？第二样嘢呢个位多咗，冇呢嚿嘢嘅，唔好睇呢个咧。想少少應該，整體嘅形態原因係乜嘢咧？係呢嚿嘢太斜，誒、哎，應該係咁樣，呢家咁樣爭好遠啦，係嘛？就呢個要知 ，OK， 好，幾好，稍微短咗少少，咩唔攞自己個張嚟，攞人哋個張，順手啲係嘛？我就最尾試改你，用廿分鐘時間改呢個張。嗱，個嘴爭少少，咁樣樣。哦，知道知道。係啊，咁樣樣好啲。OK， 呢個可以長少少。OK， 同埋呢個咧撳低少少。哦，知道。OK。And let's go. Please remember the procedures and steps. Follow me. See? 第一 ,1, 2, 3, 4, 5. Stop here. Okay, especially 4. This guy, okay? To support me for a long time. Russian, 在俄羅斯那邊。俄羅斯近立陶宛那邊的，是啊，他前兩天見到我無意中鋪了這個，他已經是在網上畫了之後交了給我的，是啊，哇，是啊，他會 every week waiting for me Friday night， 就是他那邊遲一點給我們，因為立陶宛那邊遲八個多九個鐘差不多、七個多鐘應該，他很興奮的每次都他畫了，我就告訴他嘴角差一點，我就這樣，所以就做了這個給他看，希望佢睇到啦。啊，呢、這個位置本身兩下要重，啊嗯、你唔使驚呢個掘嘅，佢會化出去嘅，唔覺嘅。嗯，好，就知道。OK， 嚟。太化啦，水分太多。其實呢個唔使改，你話老師點樣改呢、這個？唔使改，冇水分得噶啦，乾。呢、這個都係水分多，根本呢個係灰色嚟噶嘛，係咪？點解？太多水 ，OK。如果可以的話，用這個咁樣樣睇住啊，望住望住一二三。嗱，哪怕我係好慢好慢，係冇問題嘅，但係。我加少少水，哇 ，good， see， just a drop of water， 一滴啫，即咁样点一点，唔得噶啦，系，系嘛，细啲，要好干嘅先得 ，OK， 整干，整干，印干，再嚟。所以你很順入，還有乾有一個好處的，你掃都毛出來，是的，你濕也掃不到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啊，所以呢度嘅問題係咩咧？呢個同埋呢個 step 錯咗，呢度先，後邊做咗先，再做前邊。OK， 叻。反而今日好出色，我覺得幾好，唔錯。化化呢個形態其實幾好嘅，唯一佢個頭嗰度你太心急，冇咁心急。OK， 睇住。整個嘢個方向係個頭 ，OK， 個嘴，然後個嘴眼喺呢個位置，下巴呢個位置，係咪？我哋只不過將筆法擺咗喺入邊啫，唔可以咁快嘅。呢個嘢 ，OK， 呢個嘢，你 repeat， 可能一千次，令到你自己熟咗。係嘛？嗱，你好簡單啦。所謂嘅一千次嘅意思，每日話一次。我而家呢度，淨係講呢個嘴，可能每人話一隻，都已經五次啦。一個星期當我四堂有呢啲啦。Okay, one week， 二十幾多個星期啊？五十二個星期，乘五十零，我一年都話咁多啦，係咪？咁我教幾多年？呢度錄緊啦，呢個 video 2012年開始，到而家七年。喂，我點都七千次啦啩，就係咁。除非我要將佢變咗做咁樣，想我想我改變啲，有進步啲，或者我想特別啲，咁樣過嚟，或者將佢變咗圓咕碌。OK， 如果我唔變，或者甚至乎呢度我破咗唔用咁樣樣嘅，即係我有啲變化，或者我係撳個 V 字。除非我有變化，即係呢啲咁大嘅轉變。如果我冇，我 follow 嶺南派嘅話，基本上已經好穩陣嘅啦，係嘛？咁多次，所以你哋要咁樣做啦。呢啲一定係唔得，呢個又係啦，擘開啲，不斷做，不斷做，要好有力，好有力。OK， 仲要找，仲要找，找唔錯啊，找幾好，雙位畫得幾好。OK。做到啦！太長嚇，佢係咁樣樣嘅。哇，你話幾好咧？直頭你哋畫完之後，我有嘢彈起你，你知唔知啊？睇住啊！仲要係我未教你哋畫到咁樣。嗱，睇住啊！你咁樣撳落嚟咯，係啊？係咪？嗯。你其實你要知道就係隻腳係呢兩個地方出翼嘅。OK， 然後另外一邊咧都係呢個位嘅。所以呢個其實係齊嘅，你唔想買我只狗，係咪齊嘅？唔會呢個喺呢度開始，跟住呢個甩碌去到後邊，咁呢句嘢點啊？個翼喺個 pat pat 嗰度就咁唔得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嚟噶嘛，所以一定係即係呢個係齊嘅啫，呢個。OK， 然後先接話呢個，咁呢個咧都話啦，呢個咁樣上去噶嘛，所以呢個係咁樣落嚟咯。知？嗯。就係咁樣。呢、這個似係向落喎，你就向上。都得，都得。哇，觀察到咁添啊，咁叻，真係叻。即係唔係啊？即係兩度應該個膊頭平衡啊嘛。可以去到呢、這個，咁樣咁樣都得。即係佢啱收型，想夾埋嚟嗰下，或者啱剪紙想飛出去嗰下、哦，有冇有型啊嘛？好似你咁係嘛？要飛啊！係咁嚇，翻嚟之後再練下。平衡。得得。加啲樹枝俾我，嗯，杨柳啊，樹枝啊，呢只百搭噶，松樹啊，杨柳啊，你知唔知何何花都得噶，或者紫藤啊，紫藤，嗯嗯嗯，幾多啊？加個加啲嘢俾，加個土啊，食，誒都得都得，係加嘅。叫咩雀啊？黃鴿嘅黃鴿雀啦，黃鴿嘅意思即係。塊面甲是黃色的，其實黃甲的山雀呢，你有些像什麼的？山雀來的，又不是真的似竹的。真正的黃甲山雀呢，這裡有個頭的，有個冠，有個冠的，是啊。但如果你本身是黃甲的撩哥、八哥那些呢，這個頭這個有一塊東西的，應該。所以它其實沒有特定是哪樣東西，不過就是總之面甲是黃色的。OK？ 嗯，知道。好，是這樣。謝謝。